圆山大饭店介绍，圆山大饭店的历史背景。此外，圆山大饭店在台湾的现代历史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它见证了台湾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并在许多国家重大事件中作为举办地点。它的建造和运营展现了台湾人民的工艺技能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圆山大饭店的历史始于1952年，由当时的政府为迎接外国宾客和举办国际会议而建造。它的设计和建造反映了当时台湾急于展现其现代化和国际化形象的愿望。饭店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交场所，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名人曾在此下榻。建筑设计和风格，饭店的设计还融入了许多象征性的元素，如龙和凤凰的图案，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富有象征意义的传统图案。整个建筑的布局和设计细节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旨在为客人和访客带来好运和繁荣。圆山大饭店的设计融合了传统中国宫殿风格与现代建筑元素，由著名建筑师杨卓成主导设计。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巨大的传统屋顶，采用了宫殿式的琉璃瓦和飞檐翘角。饭店的内部装饰同样奢华，有精美的木雕、绘画和陶瓷，反映了丰富的中国文化遗产。主要设施和服务，圆山大饭店不仅提供住宿服务，还设有多种休闲设施，如健身中心、游泳池和花园。此外，饭店内的商店提供各种礼品和纪念品，让游客可以购买到独特的台湾特产和手工艺品。饭店拥有500多间各式客房，包括标准房、豪华套房和总统套房等。饭店的餐饮设施也非常丰富，包括提供传统中国菜肴的龙宫大酒楼、西式餐厅以及咖啡厅等。此外，饭店还设有大型会议中心、宴会厅和商务中心，能够满足各种会议和活动的需求。文化和社会活动，圆山大饭店也是许多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场所，定期举办国际会议和论坛，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和专家。这些活动促进了文化交流，加深了台湾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圆山大饭店不仅是一家豪华酒店，也是台北文化活动的重要舞台。饭店经常举办艺术展览、音乐会、文学讲座等活动，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和文化人士的参与。此外，饭店还经常举办慈善晚宴和公益活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游客体验和评价，饭店的地理位置优越，靠近许多台北的著名景点，如士林夜市和故宫博物院。许多游客表示，圆山大饭店不仅是住宿的好地方，也是探索台北和体验当地文化的理想起点。许多游客对圆山大饭店的体验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特别赞赏饭店的服务质量、豪华设施和独特的文化氛围。饭店的客房舒适宽敞，餐饮服务品质高，员工热情友好，使得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台湾神社，那台湾神社呢，为什么会盖在这里？主要就是说，它祭祀了一位日本的大将军，叫做北白川宫能久亲。那这位呢，要为什么会也会讲到这位？因为呢，1894年中日签那个打了甲午战争，后来隔一年战败，签了马关条约，把台澎割让给日本。日本人要接收台湾，派了这个他的皇族，就是皇族，他是皇族啊，是皇帝的叔叔。然后他率了一团的御林军从凤梁澳湖上来，一路打到台南，关到5个月，这个将军就死掉了。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病死，得到日本的疟疾死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他被我们的疫苗军，就是当时的抗日分子伏击而死。那在日本的官方说法说他都是病死的啊，所以为了要祭祀他，就看了这块地，盖了台湾大那个台湾神社。一直到1944年，他的社额要升到神宫，在我们圆山联谊会那边又盖了一座。就是后期又盖了，
要因为它设格要往上提升到神功，可是在同一年有一架飞机要飞到松山机场降落之前就飞到那个我们林飞那边后面游泳池那边旁边，整架飞机就掉下去，把台湾神功要本来要升到神功的那个位置都烧掉了。刚好隔一年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边整片就荒废，就没有了，就走进历史。一直到1938年国民政府从大陆那边撤到台湾来，当时第一位的神武侠开到说在这里，他为了他看到台湾的好山后看山要发展台湾的观光，因为百业萧条，他发展观光是最快的，所以呢他就也看中了这块天，他带着一块民国38年建造，40年，它的规模比较小，只有2层楼，36间房间。当时叫做那个台湾大饭店，由那个旅行社，有一家中国旅行社来经营嘛。那一直到后面呢，到41年，我们刚接上来就是改组成原山大饭店，它的前世今生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我们稍微交代一下它的一个历史一个背景哈。我们先来看，有一条百年金龙。在过去那个中秋节那段时间，端午节、中秋节，这个金龙的头断掉了啊！新闻到上媒体，对。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金龙？因为圆山饭店它坐落在一个这座山，这座山是什么山？大家知不知道？不是圆山，我这样问一定不是圆山，它是剑潭山。那圆山在哪？圆山是在我们正大门牌楼对面那边的圆山动物园，圆山儿童乐园，以前那边有个圆山贝种，那边才是圆山，这边叫做剑潭山。那这边呢，在风水上是一条龙脉，这条龙只露出头跟尾巴，它的身体隐藏在大台北盆地，是一条隐龙。好，我们这边是龙尾穴，龙尾穴的穴也在哪？就是在前面的位置。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龙尾穴，就是在那个位置，那边把当初呢台湾神社神宫前面广场的那个喷水青龙，把它移到这边来，安错在这里，因为那边是龙尾穴的位置。好，那我们那个先到前面看一下。
关锁阁了200多年，所以呢，日本人还保留在唐朝的时候的楼梯，所以呢，就是现在才有的三九零，哦，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金牌，其中呢，就是会有金牌的原因，就是有开放导览之后，老师陆陆续续的导览解说，有分享一些的实际的案例，然后给客人，然后客人听了之后，都会陆陆续续的许愿。那可是我们建议，不鼓励然后不成立，这个不是庙宇，这个是既然来许愿的，他们饭店后来有把金牌挂上去这样。那在最早的一个案例就是，客人来这边进行利用餐，哦，他来吃饭，后来呢，因为新农民在这里会用餐，用完餐以后就来这边许愿。他当时为什么会来许愿？是因为他想要参观的一个策划。结果呢，他就参拜之后就回去了。可是呢，他后来考过就是高中没考上，可是他就把这个许愿的事情忘记了。是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这条百年青龙的梦，他才想起来说，哇，我曾经来许过愿。后来他才赶紧打了一个金锁片来还愿，可是当时的金锁片没有放在这上面，是当时的值班的经理发现他要就在那边晃晃晃，不晓得他要干嘛，就来关切一下，才知道说他是来还愿的。所以呢，当时的因为有保全，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人来那个看护，所以呢，当时就是请他把那个锁片带回家，当作是什么百年金龙送给他的平安符，哦，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呢，后后陆陆续续很多的导览的分享，然后客人知道之后再来许愿，然后把金片放在上面。好，我们这边可以拍个照来。我们呢，如果要拍这个百年金龙，我个人觉得最佳的拍照景点是这个方向，因为这条呢，百年金龙的龙头、龙身、龙尾，全部都拍起来，非常的漂亮。你们可以拍一张做纪念。我们要再往下一个行程来前进。有人拍照。整个国家为了要招待他，迎宾这位
哇，整个那个凯达格兰大道那边就是哇，好多人，他们几乎有50万人。那这边当时呢，这个房间有100间房间，他的随扈就包下90间，所以他的随扈的阵容也非常的强大哈，是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中间还有一个来最多次的这个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他来几次？来25次。那他很喜欢，他是所有元首里面最喜欢来圆山饭店，因为我们这边是管家制度，所以呢，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放心。甚至呢，他如果到中南部去参访，我们这边的管家也会随同。有一次，他受邀被余国华，当时是行政院长，余国华先生邀请到阿里山去看日出，所以呢，我们要他要去住的那时候，前一天我们这边的随扈就先去当时的那个阿里山宾馆，去那边先勘察一下他的环境有没有准备好。可是，一去的时候才发现，哇，怎么整间的房间还有四周都是油漆味？因为他们为了要逃避，赶快那边油漆。可是呢，油漆非常的浓，不知道我们的管家怎么去化除这个油漆。买了一笼的水果，大家猜猜看是什么水果？不对，啊，有点更臭啊！凤梨，买台湾的凤梨，凤梨它把它切放在那个小碗，一个小碗，这个味道就不见了。这是一个那个分享的一个小碗。他的粉丝也包下了这边几乎90%。
疯狂的时候。好，那我们这些人后来呢，你看一下这时代的印记，在过去呢，圆山饭店民进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圆山饭店，还有亲民党的成立大会，然后两岸会谈，我们跟中国大陆在两岸会谈也是在圆山饭店哦。之后呢，你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亲民料理非常的畅销，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牛肉面哦，他们外省籍的来到这边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牛肉面，印象非常的深刻，回去广为宣传，所以很多陆客知道来到云南对都要点牛肉，我们的这牛肉面真的非常好吃，好吃哈。再来看一下这边，太想看他的，再来。这个呢是行脚节目的写真大师十六，哎，谁讲？他来拍一些旅游美食，哎，我怀疑特别手上没有，头头松糕一定要介绍，是我们这边的正销商，那是我们蒋夫人最喜欢吃的糕点，它的配方是口耳相传，传到现在，那所以呢，吃的口感绵绵的啊，松松的，里面的爆浆的，要吃肉加。如果喜欢吃红豆，大家感觉了。我们的圆圆还有台湾的文创馆，我们卖那个那个饭店是现场的，台湾隧道饭店常吃。哇，那个多久？好，那我们再往前移动。这张床现在在哪里？这张床现在在我们十二楼的传统套房里面。好，它的长度呢有200米，它的宽度有百年金融，我们等一下要下面地下一楼，我先跟大家后面的。